欢迎继续收看《台湾经营录》。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钻研竹子30年时间的戴正佑戴总经理，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研究的心得。透过上一段节目，我们可以了解说，橙基竹的应用的开发过程啊，以及到欧美市场去想去开拓这个市场，但是欧美对这个竹子并不是那么的了解。然后透过整个这个推广过程，让竹子能够成为您的真正这个事业这样。那我们想要了解说，其实当初您是在美国做发展，只是后来才回到台湾。那时候在美国是做什么一些事情呢？我是先本来30年前就做橙基竹。然后在1992年的时候就移民到美国，那当时会去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孩子是一个很调皮，而且我觉得说他好问，那就把他带到国外去受教育。那他在那边受教育完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做那个冲浪板的贩售。冲浪板，冲浪板，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有冲浪城之称啊。所以刚好有一个朋友就说，你能不能帮我卖冲浪板？我就说好啊，试试看，我卖的也不错。但是现在整个那个资讯业太发达，尤其像那个电脑这么发达，所以要找客人也很简单，然后客人要找厂商也很简单。所以我们做了几年以后，觉得说竞争越来越厉害，尤其是中国陆商，陆商也能做的时候，一下子价钱就降很多。他们开始做这个冲浪板的，所以他们开始就竞争上就开始杀价，杀得太厉害了。我就觉得说，这样真的也不是很好。刚刚好我孩子也长大了，然后我们这个我这个服务员这个本来是由我的亲戚，我姐姐跟姐夫，我在美国期间他帮我在这里边经营，他们经营的也很不错。那姐姐也身体慢慢老了，身体又不太好。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回来接棒，就带着我的儿子现在回来，浦原来接棒，继续经营这个竹产业这样。其实你有些朋友对你回从美国回到台湾来讲，其实他觉得有点惋惜的感觉这样。我们透过一段影片来了解说，这些朋友对他从在美国发展的好好，那为什么要回台湾这个部分，我们来听一看他们的说法。他对于他们家族这一片事业，他回来到台湾以后，他非常投入。一个事业家，他能在美国，自产，然后在美国有事业，然后呢，愿意回到这里，其实对我们以朋友的立场，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因为不是爱这个土地，爱这个事业，或是因为对族的执着，我想他不用回来。就是921有受灾嘛，然后带着他的朋友来，远从美国这样子回来关心我们灾区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就让我很敬佩。一般人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而且还带着美国的朋友来，带着一群朋友来关心这样子。他不会说我好就好了，别人家不管，他会把周遭的朋友都当成一家人这样。把朋友当成家人来看待这样。那不知道戴总，921地震来对是你要回台湾的原因吗？很多原因之一了，因为我觉得说大家觉得说去美国很好，其实我觉得说到哪里都很好了，落叶归根也更好。因为回到台湾来，我经营这个事业又有一点点在心情上的改变。当时年轻的时候，第一个是因为想赚钱嘛，盈利事业，就想说做这个浦原应该可以做很不错的这个利润。后来我慢慢体会到说，我其实在做外销的时候，反正那个时候量大的时候，那时候已经累积了一些财富，所以我觉得说我现在年纪渐渐大，也不应该说一直在赚钱里面在一直在努力。我觉得说第二个阶段，我觉得说我这个浦原应该是一个交朋友，甚至也是一个变成说是一个跟很多人相处的一个平台啦，是也是我自己的兴趣，也是跟别人的兴趣相结合，而且很多好朋友来这里聊聊竹材啊，看看石头，然后在这边喝喝茶，然后大家天南地北的聊，所以反而在浦原里面，现在我并不会很在意说这个生意到底今天做多少，明天有没有订单，现在比较不会，现在觉得说有人来最好，
然后我们很多像我自己的家人啦、啊、爸爸妈妈啦，尤其是妈妈看到客人来就很高兴，我觉得自己很高兴，就可以说利用这一个平台可以跟很多人来分享很多的事情啊。这个普远等于说变成说不只是盈利，而且这样跳到一个平台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等于说大家兴趣啦的一个平台，这样的我就说非常好。所以我到你这个园区里面看，其实园区还蛮广的，不只是展售中心，可能在庭园里面还有很多这个木材化石的这个，还有庭园造景这样子。那你是希望把这个园区打造成为一个观光的一个取向吗？就是说一个观光休憩的一个地方吗？对，那我希望说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说把一些能够分享给所有的我们台湾的朋友，尤其是我们普远又肩负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爸爸妈妈能够把小孩带到普远来，所以我们在接待很多的学校，我们接待过幼稚园的小朋友，我们甚至接待了竹山的启能中心的朋友，树根又是很天然的样子，然后竹子让小朋友看看，小朋友摸一摸竹子可以做成这样的东西，而且跟小朋友解释说现在竹子可以取代木头，而且我们不要砍木头，我们用竹子，我们砍了竹子的时候对整个地球的生态比较不会影响，这样的话让小朋友开始在小的时候就有这种观念的话，对我们整个的那个生态的那种保护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像这个园区啦，现在不管是已经是观光，当然也是教育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地方。那这个现在这样的样子算是您梦想中的样子了吗？还是会继续让它去增加或是扩建这样？未来像竹子的发展，或者是说希望说能够把普远真的是一个普育了，普育的园区，让大家来这里都是接触到最天然的东西，可以达成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希望把竹子这个材料推广到全世界的这种我的心愿。真的也就像你朋友所讲的，就是如果不是爱这个土地，如果不是爱这个竹子的话，您大概也不会回台湾，从美国回到台湾来做一个发展这样子。那他的朋友对于戴总经理这个竹子上面，他们两个这个两个之间他们如何来去做看待呢？我们透过一段影片来了解。因为他很本身对主也喜欢，所以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他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爱主爱主，所以我对这一句话有感动。这样对主的他的那些创作啊，作品的创作上面呢、啊，我就看出他对主这个方面他很用心。好，在我们的主家具里面呢、啊，还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用品里面呢、啊，他一直在研发嘛哈。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我是觉得他应该，如果对主没有什么感情，他应该不会这么认真做。我们知道是最近大概十几二十年开始，才环保意识比较抬头的时候，才对竹子这个材质比较重视起来。可是他在二三十年前、三十年前就开始对竹子这个材质非常的喜爱，所以他已经想到说这个有一个它的特殊性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从当时就开始研究，所以就比人家有一点先了一步进来，所以让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特定的优势这样子。他在竹艺领域里面，他其实很用心，他一直在追求一个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还有新的境界这样。对竹子的不断研究，希望能够让竹子的一个运用上也能够再找到它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所以未来对竹子的运用来讲的话，戴总您对这个竹子的一个期待跟你的梦想是什么？这个也是一样，把它烤弯，然后把它做一个线条，把它竹那这样的一个艺术品，这样我觉得说像这个各种产品啊，这个都非常好，等于说把竹材没有利用的部分再拿来利用。